感谢神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这一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支取他的智慧、能力和他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单纯，因为一个单纯的孩子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依靠神的大能大力。一个自以为什么都能的人，就不会想到去依靠神，所以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学习像孩子一样的单纯，再次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，我需要你。”让神今天成为我们的帮助者。约翰福音七章25到36节，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：“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。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时，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：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，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。他也是差了我来，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说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于是耶稣说：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。你们要找我，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：这人要往哪里去，叫我们找不着呢？难道他要往散住西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，教训西利尼人吗？他说：你们要找我，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认识耶稣吗？或者换一句话来说，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管道去认识耶稣呢？上帝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，给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有理性的层面，也有感性的层面。当我们用理性的层面去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会认识到耶稣的某一个面向，我们也可以体会耶稣的一些作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感性的来去经历，来去认识我们的神。然而我必须跟大家分享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，如果你想要更认识耶稣，可能你需要从感性出发。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，就好像一个孩子从小被父母生下来，他不可能用理性去认识谁是他的父母，而他怎么样去经历这个父母对他的价值、存在和祝福呢？所以他必须从感性的角度去体会父母的爱。在爱的当中，我们用感性去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关怀、父母对我们的供养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、父母给我们一切的温暖。所以大多数的人在他成长的历程当中，都是用感性的角度去认识他的父母。所以我们今天会承认
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父母。我相信大多数的人不是因为你去验过 DNA， 不是因为你去做过血缘的检测，而是因为在感性里面跟着父母成长到了一个程度，你相信，你经历，你也体会他们真实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。之后在我们成长的阶段里面，我们就慢慢的借着理性也去认识我们的父母。我们会习惯他们的生活习惯，我们会了解他们的脾气，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工作，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，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专长，或者是他们的恩赐跟特质。所以我们的理性会让我们在感性的认识之后，能够让我们认识的更丰富、更深入，甚至是更宽广。这是我们一般人在去认识父母或者去认识一个人的过程。就像很多人在交友恋爱也是如此，通常都是从感性出发，而从理性当中使我们的认识更丰富。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要只是用你的理性去探究耶稣或去探究这个信仰，而是要用感性的自己去经历，去体会神的同在。我相信我们才能够在神的爱里面被神激励，我们才能在神的爱里面被神温暖，被神得着，被神触摸。之后我们再用理性去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扩张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深入了。盼望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被创造有理性也有感性，而我们能够在理性跟感性当中平衡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。在经文里面，耶稣告诉群众跟门徒，他将要去一个地方是大家找不到的地方，所以人们就会很好奇，耶稣到底要去哪里呢？人们可能从自己的理性当中，他们所认知的是耶稣他是人的样子，或者他只是一个人，他从母腹而来，在这世上他还能往哪里去呢？顶多是死亡了往坟墓里去。但是人们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由天而来，耶稣他是透过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怀孕而来到这个世上，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，所以当然他要回到属天，也就是神的国度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是门徒所不能明白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耶稣既然从天而来，他属神，他回到神的那里去，同样的，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属神的国度那里去，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，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，也是我们生命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这世上，我们都会问说，到底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要往哪里去。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而来，我们要往神那里去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我们必须是属神的儿女。同样的，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属神，而是属魔鬼的话，这世界上有很多属魔鬼的人也要归到魔鬼那里去。我们从哪里而来，或我们属什么，我们就应当回到哪里去。神给了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，就是凡属他的人都要回到神的怀抱里。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事实上，耶稣他所要表达的就是他期待我们明白神的爱，希望把我们这一切属神的人都带回神的国度里。今天你是不是仍然属神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属灵，我们希望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更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，回到神的怀抱里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能够做一个选择，我们一定要选择在基督耶稣里，而不是活在魔鬼的权势之下。如果我们是属魔鬼的，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得神所应许的永生。盼望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能够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，或者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靠近耶稣，活在属神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耶稣，我们献上感恩，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到那永恒国度的道路。主啊，你说你是唯一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你到父神那里去。主，我们也愿意选择这条道路，因为我们愿意成为属神的儿女。如果说这个世上有一条罪恶的道路，有一条灭亡的道路，有一条属魔鬼的道路，是引导我们要走向灭亡的，主啊，让我绝对不是走在那条路上的人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在选择的时候，每一次的选择都选择能够更靠近耶稣，让我们能够在选择的日子里面，每一次的选择都能够选择定睛来仰望这位赐生命气息的主，好叫我们能够在走完今生的旅程，我们回到的是爱我们的天父的怀抱当中。愿主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，赐福我们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